我现在要赶去昌南体育中心，赶快！他早上临时排位赛居然改了时间，哎，我来不及，没有拍到李翰的排位赛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预赛积分赛 ，OK 的 ，OK 的。看，这就是他们原本的街道，然后他们把外面的路封起来比赛。然后我刚才超惊险的，我要叫车，然后结果我才发现我的工作证居然没有带，根本不能进去啊！而且我手机没有用网路，然后我根本叫不到人啊！赶快冲回房间去拿，幸好有找到，还一度找不到，心想死定，我该不会连十二点的预赛都来不及？哇，到了，而且这边轿车真的超便宜，从饭店过来才10块人民币，超方便，一分钟，车子马上到。早上出门前都很紧张，昨天晚上也很紧张。到了。怎样？你刚才排位怎么样？还好啊，就全非分组第七啊。啊，第七。然后总排应该在可能16吧。哎、欸，被人家撞，他撞到手肿成这样。是哦，对啊，然后这个膝盖还好吗？还好啦，用力没了呀。等一下预赛就紧张了，大家就会撞来撞去了。然后我就只好放，因为你超他也不是啊。哎，可以哦，你要开到旁边这样。真的，哎，你先等一下，哎，谁还乱的？这么瞬间真的要比有人一下说推迟，哎，真的大家都出来了，哎，啊，好紧张啊！怎么这么突然说要比就要比？时间不是已经到了，还没分组，大家先退出来。好像是变成哦，叫全部人都出来，就是全部推出来，然后现场分组的概念，对吗？那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谁是 A 谁是 B 啊？哦，这么酷！来，再给你看一下你的女神，啊，笑脸笑脸，多可爱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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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啦啦！